我觉得我会休假的，对吧？我这得问一下团队，给不给休假？不是，就保证一下呗，在这里。保证吗？哎，回答一下，就是这没有录你那边。OK， 那我应该就会有休假了，对。想去哪儿？现在还没想好，等到时候再想吧。我就算想去哪儿，也不会告诉大家的秘密。嗯，超级想知道路还有多长，可以现场测量吗？哈哈。哈哈。OK， 那可以吗？哦，还有工具呢。我也想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有多长，怎么量？1.5厘米。哦，其实吧，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如果大家特别喜欢的，以后可以补拍一个，到时候。